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eacher Wei， 请小朋友们拿出这个有白兔的哈，两只小小只白兔的生活数学第四本 ，OK， 第四本，好，请小朋友们打开书，打开第几页呢？第十页 ，OK， 第十页，打开第十页过后呢，请小朋友拿出这个方块号码 ，OK， 方块号码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读一下题目哈 ，OK， 十二以内的数序。十二只动物相约去爬山，你知道谁最快，谁还在偷懒吗？牛的后面是谁？按次序给动物排序。OK， 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小斜坡，这是小山坡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对了，看到很多动物。OK， 还有终点的红色旗。这个动物里面呢，有什么动物呢？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都是有什么 ？OK， 好，有这是老鼠，这个是牛、老虎、小白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子、鸡、狗狗、猪。OK， 这个关于。讲关于就是十二生肖 ，OK， 这课讲的是关于十二生肖。好，我们看完这边有小斜坡跟有十二只动物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操作区，小朋友们的手跟着一起指着读哦。操作区，谁在第几名？请拿数字板操作看看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拿着抄这个数字板 ，OK。好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老鼠，可爱的老鼠，对不对 ？OK， 老鼠，老鼠是在哪里呢？这个不是，老鼠是很小只，对不对？啊，比 rabbit 还要小只。OK， 是这个第一个 OK， 这个老鼠呢，它很快，它已经到终点了，它是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哈，第一，它最快。OK， 我们找方块，找个一号码出来。OK， 好，一在这边。OK， 好，放在这个老鼠的格子里面，放这就可以了。OK， 再来兔子，兔子在这里。对了 ，OK， 兔子是第几名呢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 第四名。好，我们找出个四的号码出来。OK， OK， 好，这是四。OK， 放在兔子的格子。OK， 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看这个马，马是在哪里呢？在这边。对了，好，它是第几个呢？我们一起来算算看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对了，它是第七个。请小朋友们拿出七的号码。OK。这个方块放在七的格子这边，这个马的格子这边的 ，OK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，这是小可爱的猪猪 ，OK， 懒惰的猪猪。好，它是第几个呢？我们算一算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它是第十二个，所以我们拿出方块十二号码 ，OK， 十二的方块号码 ，OK。首先要放一个十先 ，OK。放个十先，才放个二在上面，因为它是十二 ，OK， 这边就这样子完成啦 ，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一页 ，OK， 第十一页这个号码就可以拿走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这边的答案呢要找哪里？从哪里找来呢？从它的第十面找来的 ，OK， 好，来我们现在先看题目先 ，OK， 一起读哦，十二以内的数序。根据第十页图示中动物的次序，用线把动物与对应的数字连起来，并在圆圈里练习写数字。好，这面的答案呢，我们讲找呢，就是从第十面这一边这个小山坡这边找出答案。OK， 好，来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，第一是什么？第一是鼠，对不对？老鼠。好，我们就用鲁勒，小朋友们准备鲁勒哦。OK， 好，连成线。OK， 好，数到牛，牛是第二。OK，
第三呢，跟着这边找答案 ，OK， 老虎 ，OK， 好，第三画去老虎，交叉线 ，OK， 画去老虎，动到它就可以了 ，OK， 第四是白兔，好，再来第五是什么呢？龙，龙在哪里？对了，这里就是龙。龙了的啊，这是蛇。对了，没错，第六是蛇。再来看下面这一排了，上面做完了，就看来下面这一排。第七，蛇到什么？对了，是马。OK， 好，第七连去马。第八呢？第八是，对了，这是羊。第九。羊耳到猴子 ，OK， 小朋友们跟到吗？好的，来我们来继续哦。这是什么？公鸡 ，OK， 鸡好。第十，第十一呢是狗，好，我们找狗狗出来，连去狗 ，OK， 再来最后一个是猪，猪在这里哈，很明显最后一个答案是猪。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跟着号码写 ，OK， 跟着写 ，OK， 跟着写。小朋友们要写整齐哈。这一面就是给我们练习知道十二生肖 ，OK。最后一个是二，好 ，OK， 这一面呢就这样子完成啦。OK， 希望小朋友们有跟着一起做，如果不懂的看回 video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